飞鲢鱼，我问你，泡泡他们人呢？他们跑了。那你还有脸回来？大王，我被水葫芦打得遍体是伤，我不回来，我去哪儿啊？哼，我早就说过，这次要是抓不住他们，我就把你，把你怎么着？炖了他！对，炖汤。我先把你劈碎。大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哎呦，我有一个抓泡泡的计策。快说什么计策？泡泡他们现在正逃往黑水洞方向，咱们可以利用毒水先抓住他们。蠢货，毒水蝎历来和我们不和，他怎么会？你才是蠢货！我看肥鲶鱼的计策不错。大王，毒水蝎虽然毒辣狡猾，但是跟大龙虾比起来还是差点。这艰巨而光荣的任务，大龙虾一定能够圆满完成。肥鱼，你害我！什么？你不想去吗？去去去！只要大王一声令下，刀山火海我都去。哎呦，那好吧。 肥鲶鱼，你跟龙虾一起去，这次要是再抓不到泡泡他们，我就把你们通通炖汤。什么声音？ 毒水蝎大哥，好久不见了！哼，大龙虾，上次赖皮蛇生日，竟然没邀请我。今天你还有脸来？你太目中无人了吧！哎，大哥，你误会了，你误会了。大王给您发了请帖了，都怪肥鲶鱼，是他忘了给您送。你乱说什么？是我。这不，大王派我带肥鲶鱼来给您赔礼，请您原谅，还不快给大哥赔罪！ 龙虾，你算老几啊？如果不想被赖皮蛇炖汤的话，就配合点儿，看见大哥的毒钱没有？要是不想死的话，就赶快赔罪吧。对不起，大哥，都是我的错，请您原谅我。哼，道个歉就完了吗？当然不能了，大哥，我这大王还让我带来一份厚礼呢，这是东海的千年珍珠，稀世珍宝啊！哼，大龙虾。 这里水族真多，真是一个表演魔术的好地方。要是流浪戏团在这儿演出，肯定会有很多人来听我唱歌。小美美，别臭美了，要不是我的魔术表演，没几个人会来听你唱歌的。哼，你才臭美呢，我才是流浪戏团的头牌。好了好了，流浪戏团都解散了，你们还争个什么劲儿啊？哎，过去的日子多好啊，都是赖皮蛇害的。小美美，别难过，等找到真龙打败了赖皮蛇，一切都会像从前一样的。 怎么这么神奇的魔术，不给点掌声吗？
毒前剧毒无比，而且没有解药。看来那阿库死定了。只可惜让泡泡他们跑了。看我的！哎，毒水蝎，这是什么功夫？我这是水上轻功，能日行千里。胖他们绝对逃不出我的手心。乖乖，这家伙可真有两下子。双面龟，你自己快走吧。 别再管我了，我双面龟是闺中豪杰，要是为难中把朋友扔下不管，以后会被别人骂乌龟大坏蛋，这样我双面龟还怎么在水世界里混呢？你真是好兄弟，泡泡，你别再说话了，好好休息吧。泡泡，求求你千万不能死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双面龟就再也没有铁兄弟了。哦，叫住泡泡。 饶你们一条活命！我绝不把泡泡交给你。那我就连你一起收拾。无敌毒钳，掌掌掌！哎呀，这下死定了！我心如铁，坚不可摧。不太好了，这边发霉了。泡泡，你没事吧？啊啊！ 泡泡为了救我们，用尽了最后的力量。还有阿库，为了掩护我们逃走，肯定中了水蝎子的毒。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哼，这样的好朋友，我双面龟就是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。毒水蝎那么厉害，怎么救啊？嗯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看我的！ 哥，你这次抓泡泡，阿库立下大功，王恒信一定禀报，请大王给你重赏。我重赏，这不是大家的功劳吗？我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多谢大哥武功盖世，我老肥干饭下风，大王重赏非你莫属。是啊，我喝，干，干，干！哎，马九良，你们怎么不喝呢？嗯。 我怎么有点晕呢？没喝多少，我怎么有点晕呢？你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打？你们真卑鄙！说给你重赏，你还当真了？你也不撒泡尿照一照，饶不了你们！哎呀！啊！
你这不等于没说吗？你的毒钱都被折断了，就是想扎也扎不了啊！只要你们能把我断了的毒钱找来，我就能自己接上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！说明归，等等，小妹妹，我明白了。等我们帮你接上了毒钱，你又可以为非作歹了。你休想！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再相信我的。不过，这是你们救他们的唯一机会。等等，毒水心是有名的大坏蛋，我们不能相信他。可是为了救泡泡和阿库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 为了抓泡泡他们，我已经好久没这么吃东西了，今天我要吃个够。说的也是啊，吃。老肥啊，其实咱们抓过泡泡他们很多次了，可是每次都落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好人总是在最后成功，坏人总是在最后失败，谁让咱们是坏人呢？ 你要干什么？咱们现在就把泡泡和阿库押回去，省得夜长梦多呀。可是我还没吃够呢。得向赖皮蛇交差了，有的是时间，快走吧。哎呦！你干什么呢？吃牢房啊。那是钱。哦。
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朋友，什么是真正的友谊。泡泡，等到和赖皮蛇决战那天，请给我捎个信儿，我毒水蝎亲自带兵来参战，我们一起打败赖皮蛇。好，你就等着我吧。